群等待蜕变的国中生，如何用歌声记录属于他们的青春。我不完全能够很确定知道说他们到底得到什么，可是我当然最希望是说能够让他对音乐不同的领域有一个不同的认知。光荣的青春，周日上午11:30，感恩故事集就在公视13频道。